大家去刷，我看一下，我知道帮你做，也是我自己要做的啦，就是我们盾牌要先升级，因为现在那时候帮你做差不多就是盾牌了。你的剑士放哪里？浩浩，浩浩，你现在盾牌是什么？还是没盾牌？我现在没有盾牌。好，所以我们最简单是可以做那个啦，铁盾牌。晚上好，有没有两做的吗？对啊，因为打的那个骨，你看那个这个箱子的骨头盾牌。这个吗？对，你看它的上面其实，它上面其实能力没有加很多，对不对？才7%而已。那你看，你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不是有个古代？你看一下那个铁这边，你看铁矿里面，古代不是有那个吗？嗯，加魔力攻击的。对，魔力攻击再加，我们又可以再做那个飞鸿的。嗯，对，那就是这两个铁矿的材料就可以做那个飞鸿古代。哦、然后木头的话，我们又可以去用那个火焰精灵。懂吗？这三个词缀就是我现在衣服穿的词缀。好，按照坐下。等一下，我的弓。我还有更多我的工吗？更多吗？可以去买啊。我那天只是在刚好刷到就是盖平台，对吧、啊？我想说测试看看，因为我们现在现阶段要的是1001页这把武器。嗯，啊、但我也想要。它只在7人地图以上才有。那要去刷刷看吗？我要去开宝箱啊，地牢宝箱。对、啊。好啊。再去。好。抱歉，在5:20直播会选时间哦。我跟你讲为什么，原本要在五点，不对，原本是下午1点会直播。抱歉，没有啊，因为他跟很久的学妹没那个去吃饭。没事，上课时间看直播哦。现在不是应该下课吗？箱子他大学生哦，可是大学生不是寒假了。哪有？现在没有。有啊，杰克放寒假了、欸。哎，杰克说他放寒假啦、啊。期末或者是要准备补交作业的时候吗？哦。啊，抱歉，我喝个水，我去拿个水。你感冒？好。没有，香水味太重。哦。站了一下。呵。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是我彼此犯的罪。看他杆子超长的，还在慢慢升，有没有？地下城就是这种感觉。副本已开启。啊，蓝蓝他决定要也改法师了，所以之后我们的装备会比较好收集，就是。两个人的装备都是一样的啊，酷啊，蓝蓝，白痴哦、喔，哦，按到了，哎、欸，白痴哦、喔，怎么了？我为了救你，嘿，我不小心把上面的村民杀掉一些了，因为有狼人。哦，晚上了，你可以不用救我啦。哎、欸，什么叫不用救你？真的，你就你是台主哎、欸！我的天，你就说来来，我复活你，这样就可以了。哇，你以前会说你为什么没来救我？你好像讲，你现在就要刷石板吗？可以不用啊。好，那先不用好了。我们现在的目的是要先刷到那把武器啊。这边是七级的吗？这边七星的。哦，好，走吧，我们去逛。走啊。哦，那个擎天柱真的好可怕、哦。我刚刚看他缓缓升起来，咚、
地下城开启。好多文字哦，我要发疯了。你拿那个纸胶带把你全身贴满一片，有没有？我会烂掉。不会啦，会吧？会吗？会啦。哦，我主要也是在刷那个，看看有没有那个白金矿。嗯，就是有那个好一点属性的白金矿。懂了。这样我们就像我最主要就是古代的嘛，古代的白金矿或是苍蓝的。我看到这个是没有的哦，你要加油。它是没有的，你是怎么看？我看是没有，因为我的画面没有啊。你看，我们就看到蓝蓝一个人在哦，你看蓝蓝哦，好厉害哦，哇，月步哎，有没有？江吉士会的。CP 九完了，顶到头了。哦，你看蓝蓝，哇，什么都没有哎。Gapin，那。蹦，走吧，走啊！我吃个牛排，我想要更多的牛排。你的世界不是有吗？我的世界，那我们麦块，不是、哦、那时候麦块吗？来啊，那时候不是在你那边世界有测试那个吗？帮你放了一个。哦，对哈、哦，对、啊，那边有很多牛排，到这世界就没有，酷啊！还是你要吃教主做的，好，你还好吼，那我要去摔一堆肉了。哎、欸，我的喉咙是不是？你是不是今天喝甜的啊？我觉得你没有，你刚才才喝。哎、欸，这边，这里，好，你先去，要来我这。哦，就说那个香水味太重了。有些香水闻到真的是会打喷嚏。可是他就是害我一直咳。你喝喝香水，他香到我呛到。哇！你有看过《闪灵二人组》吗？嗯，有听过，可是好像不确定有没有看过。哦，里面有人是用香水在杀人的。好、哦。那就是香水可以让人什么产生幻觉啊，或是你吸进去之后，哦，水果鸡尾酒有了。你吸进去之后，就会就什么会在你的胃里面还是肺里面开始慢慢侵蚀。哎、欸，水果鸡尾酒不是八星地府才开得到的吗？做得到的。可是这边最多只有七星，不是吗？我发现了这个 bug 了。可能宝箱就是随意的吧。百个。哇，对吧？宝箱是随意的。这是什么游戏？创世理想家。跟他们说安安。安安。安安，各位安安，下午好，晚上好。熊猫安安。昨天的骷髅不小心打赢第二关了。这是一场意外。欸、真的其实很强哎、欸。没有，这是一场意外。角色刚好比较好。第二关真的很难。那两只。没有，我真的是刚好拿到那把那个道具。那个是新道具哦，我没看过。因为那个预设角色不是捡到头颅之后可以再放一次技能。嗯。对，没有没有，都可以。嗯，都可以，每只角色吗？对，就是你切换的时候都可以放技能。哦，可是就是要点那个切换 CD 加快，是不是？对对对。哦，因为没有那个才会有技能。预设的骨头那一只是你捡到就可以马上靠技能。我是打到他第二阶段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个事情，然后所以我就是躲在角落，狂对墙壁丢，然后狂出现那个，会一个。头上会出现一个圈圈，然后他们会狂发射火球。哦，好帅哦！对，这应该是新装备，我就没看过。哦。欸，很痛吗？一百等呢、欸，我暴击没办法杀掉他。一百等哦。可是，嗯，可是你应该可以杀掉。你看，我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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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瞧好角度有没有一直线鼻子，你把他打走啦！爽啦！强迫症觉得崩溃。英宁安安，那还有八只要打。你、嗯，
好爽哦！买啦，懒懒大大，谁叫我是用钢的？哦，喉咙好一点。你开门了，走吧。你要煮、哎？你要买哦？买什么？哦，对耶，口宣品。章鱼烧哦，那晚餐我还好。好哦，好哦，好哦。哎、欸，我在这边逛的挺好的，35哎。没事，哎、欸，我先打扰你升级好不好？好啊。好耶，好耶。你没有找我吗？我去，我看一下聊天室。好、哦，感谢你。哦，里面是那个、哦、那个国王。哎、欸，我们看错。刷鸡蛋喽！阿公吃饭喽！阿公吃饭喽！昨天就看到那边那个不是视频在那边扭来扭去，前后扭的那个。对呀。我想每次看到还是觉得很好笑。很强耶。李子安安。李子安安。哇，醉醉，好久不见咯。如果有显示差多少经验升级，好酷哦。好酷哦！好酷哦！你等我一下哦。等你啊。我拿一下丘吉亚。丘吉亚。丘吉亚。手机子。是什么教主？教主，嘿，什么事？达肥事啊！怎么突然叫我了？怎么了？左一安安，今天是先开到7点，然后懒懒要去吃饭，然后吃完饭之后，等他回来再加开。不然这两天其实都没开台啊，不是啊，他按 ES 器我没看到画面，他什么时候升级？哎呀，我听到你的愿望了，没事哈，给你看，好诶、欸、好诶、欸、好诶、欸欸、其实升很快诶、欸、这比打长颈鹿还快、欸欸、而且又有蛋可以拿。长颈鹿有肉，哦、我帮你，不要，不要，不要，我帮你射歪，调的好好的，嗯，感谢我，感谢你什么啦？你就好好的，好端端的，你在那边，不要啦，买啦，他只是会往后而已，我升级了。好了，我们可以走了。我去捡一下蛋。好啊、牛肉盖饭会需要。咦？可是我们调味料还不够，有没有很多哎、欸？包包 mode， 你是说扩大包包对不对？那个我看国外有人用啊，可是那个有点危险哦、喔。你乱使用 mode 跟那个修改器什么的，你的账号可能会不见哦、喔。什么东西啊？就是包包 mode 这个游戏吗？对，就是你可以让你包包扩大，好像1倍吧，还是多少的？因为
因为其实之前就有看人家有人在用。哦，我不想进去了。哦，我想说你要放那个。你过来、啊，我帮你放。啊，你不要动。那已经是危险了。嗯，我。你放，你放，我会在你旁边。哇，我的技能！他眼睛上都是文件。去哪？所以他会锁账号、哦。嗯。是官方会测、就是，应该说账可能你会损毁，他这样那时候有讲。我那时候看人家，像我之前不是说在8591看到一些东西吗？然后也顺便有看到说什么卖修改器什么的。嗯，那时候就说建议不要购买，建议购买后不要使用，他这样讲。那买屁哦、喔！然后就是说那个账号遗失，透过自行自负这样子。下次一定，下次一定。我、哦、然后也看了你那时候传给我那个龙吟草莓，哎、欸，怎么马上复活了？真假？哎、欸，真的很酷，酷哎、欸！刷刷刷刷刷。哦不！我要回血啦！讨厌死了。他不让我放刀，我回血。好，我回血就是一条火龙。火龙，火龙。啊，嗯。卖生气啦！你被蓝染臭死臭什么？这两天没听到蓝染声音了，是不是很想念他？是不是？嗯，反正最近也比较忙，也比较累。为什么会被我臭死？我不知道哎、欸。靠腰啊！我很臭吗？我觉得你很香啦。我现在是真的超香的。哎，你身上都拉面的味道、喔。不是不是，我身上都是那个。不是、啊，我说以前身上都拉面味。哎、欸，按 B 可以转正视角哎、欸，白痴、喔。按 B 吗？对 B。他转什么视角啊？转正。看一下，哎、欸，真的哎、欸，白痴啊！要输了，要输了！哎哎哎，我死的，照顾一下你自己好不好？有啦，照顾自己才能照顾别人。我要死了，照顾好你自己好不好？有了，你看，一尾活龙啦，卡啦，鸡腿堡，会不会玩跳绳？会啊，你有看过跳绳是用滚的吗？对，我刚刚想说你在滚啊，我就滚得了啊，可以啦，旁边这边就有路，滚啊！你知道我其实都是瞄他的另外一边，就尽量不要挡到你视线，可是他有时候就滚的那一下了。没关系，没关系，你就挡吧，你就尽量挡啊，你就尽量挡啊，你挡啊。你挡啊，繁星！阿旺，你盖啊！你知道这件事吗？我不知道哎、欸。啊，就是阿旺那时候要轻松生存，盖一个家，然后就在挑地方，然后就他挑了那个团团的那个农场附近，然后团团说：“阿旺，你盖啊！”没有，团团的意思是真的可以让他盖啦。啊，只是我们就是北区都说：“阿旺，你盖啊！”你盖啊，阿旺。他都这么明显了，你还敢盖吗，阿王？然后我就说，你知道为什么那边以前叫灵骨塔吗？不，这边灵骨塔就是农场，为什么要盖在那边吗？你们很坏、欸。不是，他说你要知道那个农场为什么小麦那么的肥沃，怎么长得这么的好？下面一定是有埋人还是什么之类的，我就这样子讲。这几天没台更很无聊，你是说啊？昨天的话是因为我昨天。跟以前美联社同事聚餐，
然后回来的时候有点太累了，就睡到快十，哎，睡到九点。然后懒懒昨天是因为清洁嘛，清洁太晚，然后晚上他们有聚餐，所以就没有开了。那今天下午我有问懒懒有没有要开，他说可以啊，但他忘记说，他也那个跟学妹约好要去那个聚聚，不理他了。我刚刚在看聊天室。呵，希望你看得到。我没看到。一千零一夜，你开到了，酷哦！我是什么的？是什么？是什么的？可是不是很好哎、欸，就是站立的。哦不，立站的、啊、白痴。哎、欸，至少比我现在这把好了哎、欸，而且它的耐久是200哎、欸。哎、欸，给你好了。你说先给我吗？对啊，你这魔功的。懒懒大大，你对我真的是太，等我一下，你的爱我现在受不了，等我一下。你感受到我很喜欢这把刀吗？而且你知道，昨天我也在拼命在刷这把刀吗？真的假的？我一开就有。不是，我昨天是在地图上逛，因为那时候想说尽量不要打怪，怕经验差太多。好。那你不要说，没关系啊，没关系啊。不要啊！你带我啊，没关系啊，你打啊。啊！哦，可惜了，这把太慢出来了。古老的跟青蓝的，也是加魔攻魔力的，一把单手武器。你要打那胖子吗？打吗？打胖子吗？对啊，我们要不要直接找其他的会比较好？好啊，找其他的。就是你说在开地牢是不是？对啊。好啊，来吧，幸运的懒懒，开第二把吧。幸难安安。因为以前有一个地图，它的宗旨嘛，就是你取一个日文，它必定该到古老的那个、哦、红色的，因为那是宗旨。也、欸、不是哎、欸，岩剑呢、欸？哇，哦，680哎！哇，比这把还猛呢、欸。可是它是双手武器，把它吃掉了。哇，双死哇！我终于有1001页了哇。哇，走吧。好，等一下，光剑。然后懒懒说，晚上等他吃完晚餐再看几点吧。我们可以玩玩看其他游戏啊，都可以。其他游戏要玩什么都可以。我们剩你妈妈蚯蚓了哎、欸，目前。你妈妈蚯蚓我们不是玩完了吗？对啊，我是说那个啦。如果要玩的话，那还有什么新入股你还没买啊？买啊，都买啊，买啊，都买啊。而且你说怎么打在聊天室，我怎么没看到？什么东西打在聊天室？比如说希望聊天室你看得到，没看到。你刚刚在开，在我开后面箱子的时候，我说什么在弄聊天室， oh, 希望你看得到。我说我在看聊天室。嗯，你等我一下，我买一下拔金，然后吃掉。好啊，因为他这个拔金一二三四四个哎。对啊，那能念拔金还是拔金啊？拔金，一二三四五哦，这个商人我可以把它关起来吗？不是，我跟你讲。你六星，我不是说六星之后通通卖都是八星光吗？啊，对吼，好像是。对啊。好吧，那等我下。不然就是什么绿色的泡菜。我没钱了。怎么会没钱？我怎么会有钱？你怎么会觉得我有钱？那你的钱怎么会不见？啊？我昨天在帮你刷商人呢、欸。西哟、喔，西呀、啊！你刷商人为什么钱不见？没钱了，我是穷了。不穷，我们还好像还有一个定没有遇到哎、欸。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什么？黑曜石。哦，是啊。对。你不知道黑曜石不是这个吗？定啊。黑曜石定。黑曜石定应该会在这边啊。对啊。啊，你左边那个是钻石定啊。你灰灰的那个白金定，右边那个定。这个是钻石定。对。然后这个是黑曜石定。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是那个叫什么金金锭金金矿，金金哦矿，对啊，这个是嘿，好好好，你懂了，又懂又懂 ，I know， you know， 反正这个拔金之后的都没有用，目前没有用金金吗？啊，不是金金最好吗？因为现在有用的只有钻那个啊白金啊，钻石现在。对了。只有稿子可以开得到而已。好，好，现在去找其他的。哎、欸，钱钱这两天都没叫，你知道吗？我都担心他怎么了。对啊。没有啦，你要多顾他一下。我有，每次都下去，我还最关心他。我想说每次都看他。桃子种子。对啊。哦，极度致命，黄色的字哎。哇哦。加九而已，又不是趴，那还好。对啊，他凭什么？凭什么黄色啊？对哦，这边是高山哦。静坐。你在哪？我在找副本，顺便采采花。我太香了，天哪！你还闻得到吗？哦，超重的哦。那表示你鼻子还没适应呢。是吗？对啊，不是那个有一个那个吗？就什么？久而不闻其味之类的那个，大概知道你在说什么。对啊，我觉得他真的香过头了。女孩子都这样吗？嗯，我觉得看你。哇！哎、欸，让我想到我以前那个，我不是说在全联，我雇的区域是大家都不想雇的，嗯、就是嗯狗饲料啊、杀虫剂那些，全部都是我在雇。他们都是把烂摊子丢给我嘛，都选一些好的，然后就是说前一个人顾这边已经顾得很乱了，所以一些什么过期的、快过期的东西啊，快什么东西都没有好好的去查，然后全部都丢给我。然后有一次我在那个我在顾的过程中，然后就是我同学就说，哎、欸，我说哈，你知道刚刚那对老夫妻干嘛吗？我说在干嘛？他们拿杀虫剂互喷的、欸，我说干北西哦。为什么要这样子？我说看有没有笑话。我说，可怕死了，互相伤害。哦，我找到了，在这里。等我，我过去。等你，等你。哦，这把好痛哦！痛吧，真不愧是神器。怎么会是你？怎么会是？去年六月的神器，去年九月的神器，现在还有什么神器？死神吗？那个对啊，那个谁说镰刀？云说镰刀。那、啊、云现在在吗？没有看到打字哎、欸。你想问他什么？有一道帮你问。就死神要怎么找，对不对？我那时候看，我觉得死神也是在地层里面遇到的。就我们还要再开新的地图，因为。其实地虫都有打、啊，好，走吧。好的。哦，他在、欸。哎，云。云。所以死神也是在地牢打到的嘛？哎、欸，快开，拜托你开，我不敢开了，我锁黑。哪有？有。我的运气已经没了。有。你现在手上都是香水，你知道抽签就是要擦香水来抽的吗？是不是胡狼？那真的啊，最好。你看桃子哎、欸，
而且还是颜值精灵的桃子。对，颜值精灵桃子，加魔宫的桃子，哎，我的天哪、啊，超废，这个 lucky girl， no， lucky girl， 哎、欸，我打不死他们，我要换你，你要输出了。那这是什么？哎、欸，他等级都是很高，是不是？对啊，而且他为什么可以亮亮的？我已经好好看了，很痛哎、欸。小林才香，小林最香，小林可爱，小林矮，吼吼吼，小林比我高哎、欸，哇，小林跟我一样高哎、欸，我要比你高，嫌我矮喽，没有，我们现在就是要心结哦，没有，你知道矮跟可爱的定位不一样。你看，过来，我打死你！差一公分就介于矮跟可爱的之间。你看，跟差一公分，哦，你好矮哦；可再矮一公分，哦，你好可爱哦。那种感觉。是冰淇淋，是冰淇淋莎莎。哦，我们要去高等沙漠才遇得到那个死神。我叫高等。为什么死神会在沙漠啊？七星沙漠吗？那我们等一下去找沙漠看看。好啊。你为什么在上面？你在干什么？我什么都射不到了，好废哦、喔。没事，你后面就转职了。你就是用魔弓箭射出来的弓箭手了。精灵游侠，精灵游侠。你这玩精灵游侠玩到好烂哦、喔！就精灵游侠他跳跃的方式跟我就那个、啊、风之谷。嗯。我们不是就是一般跳跃就好吗？呦，快进来！哎、欸，是谁？智神！智神！他是死神吗？他是死神！哎、欸，他不见了！哎呦呦！他会遁地，然后来敲你，我来帮你放了。快！好。那为什么他会在沙漠出现？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可能高等的沙，他可能就是云是在沙漠遇到他的吧。沙漠的地层吗？还是在一般的地方就会遇到？它好厚哦，我可以读它吗？读，拜托，我们不需要经验，我们不需要它的经验，我们不需要它的经验。我按到复活了，所以你大靠腰啊！你怎么那么自私？我按到复活了，那我要读它了。人家复活不了了，没事，我们跑，我们跑就好。有啊，有痛，有痛啊。有啊，痛啊，毒啊！是玩起泡泡，吹泡泡。我刚才在想说，有点像那个云啊雾啊，尖叫声叫起来啊！香啊，照啊！是玩吹泡泡。哦，我没有，我有，没事。你毒剑猛毒吗？我有，我帮你带、嗯，我是你的小帮手。呜呼！哎、欸，我怎么打不到他、啊？我打到。弓箭手要靠这么近才打到，好废哦！我在他胯下打他，哎，他打你，为什么不打我？那我用电打他好了，就不用冰锥了。你现在仇恨值很高哦！感谢陈的超级留言，卡！在哪？哦！来，很近这里。欸，我知道了。然后这样子。欸，他不打我了、欸。我也不知道欸，他现在在干嘛。然后地板动作。北极。没有打我啊。欸，他血是不是真的厚到傻眼欸。有啦，他有。他有在扣黄血了，啊呜！哎、欸，可以追别人吗、欸？你是女的吗？哎、欸，很痛，很痛，我被吸起啊，死掉了。等一下，买袋，哈哈，我天哪、啊！等一下啦，你先复活回来吧。觉得你用砍的，
哦，你很吵耶，我就跟你讲说我全身你妈的，我全身都是魔宫装，砍什么砍啦、啊、砍什么砍哎、欸、对，攻击还有点高耶。我去复活你，他没攻击你耶。哎、欸、他我是隐形人是不是啊？所以他只是脚侥幸，想说奇怪，到底是哪只蚊子在打我啊？放个 A O 技能好了，这样子吗？有爱有像。因为其实魔物以前魔，我说蓝蓝哦、喔，蓝蓝不能砍呐、啊，蓝蓝他就是，我只讲一下哦、喔，他有时候就是看到的血量他已经打死了，但是我们这边看到血量还是黄色或是粉红色这样子，所以他有时候看到的画面不一定是他所看到的画面，为什么？嗯，我刚刚没有砍啊，我是一直都拿弓箭的、啊。对啊，我没有任何出手武器、哦他可能是说这么近的弓箭手，他 是在门口堵我？好像是哎、欸，他完全不理我哎、欸。哎、欸，他完全等，哎呀，他下潜了，冲啊！复活吧！I back， 我回来了。这会跳，这会跳，这活会跳。哎、欸，他都是针对你啊。好啊，给他针对啊，你帮我打他、啊。我真的不知道他头在哪里耶，白痴哦、喔。哎、欸，他怎么可以这样？笑。那如果这张会出死神，就等一下记一下这边。我卡在努力射他，他真的不打我，顶多他会放那个全体技而已。啊！我要死了！你不开始，我回来了，我的血量，我棒吧？你好棒啊！有点危险，快跑！他怪怪的，发出了奇怪的叫声。他怪怪的，爆炸，对不对？我想说，他是不是发疯了？他刚刚突然好像变得很冷，全身窝在一起，我就觉得怪怪的。他在哪里？在我这儿。他是不是狂放一些大招啊？我觉得这样很不合理哦。打蚊子哦，不行哦，不行哦，你唔贪了你哦，你唔贪了你哦。他转圈圈，他转圈圈的，这招怪怪的，这招怪怪的。快跑！转圈圈而已。真的吗？他转圈圈而已。他死了、欸。死了。镰刀！哇，一定是你打死的！我的天哪！呜呼，全部吸走，然后再给你。好，你先让你看。哦魔宫444哎，苍穹，等一下哦、喔，我不怕啦，我只是懒得闪。真的有比较强吗、啊？哎呦，他战斗力其实有提升，可是我觉得魔法攻击力我降了一倍哎、欸。你要试打看看，打哦好，就一倍了。试打看一下攻击力。好，你看你的魔法攻击差很多、哦。我知道啊，可是你看哦，我现在装上去之后，魔法攻击是1853。哎、欸，对耶。然后我装1001装上去是2330，可是战斗力差了300。应该还有加体力那些吧，可能差在这边。对啊，就可惜这个如果1001属性对的话，会比较强。那、啊、要不要播个广告？哎、欸，对耶！我刚打死两只了，敲你，啊、敲爆你，滚！滚屁！安安，马田安安，他是马田啊。对，他就是之前在 FB 教我设定很多 OBS 的大大，让当时让我真的很感谢他，手把手教。嗯，我那时候想说马田。打死那个马田吗？那时候其实真是吓到，怎么会过来？哦，你看，你看，
你开过的，我才知道有这个东西。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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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敲爆你！你看，什么都没有啦，看屁！我被被敲破是不是？啊！没事，看一下、喔。我觉得你可以剪掉那个精华。那个剪掉精华？因为要剪的。这个。那不。没有打到、欸。那边都是小王哎、欸，你看。对啊对啊对啊，这边会有四只戴帽子的小王。一千多，哦、你好痛！打到你了。打我。一三多。安耶、yeah, 萧远萧远安安他挣钱了他要打你了哎、欸、屁嘞什么没打到哎呀好呢好像镰刀真的好一点点你有打你有播广告吗有啊我播啦萧远有吃到广告吗但是小林没吃到啊小林说广告呢你再吵，等一下冲到你家楼下去叫你吃。哇，你这句话真的是……他也住淡水啊，很派你。我们很派，他就说来啊，他一定会讲这句话。哦，是哦，赶紧打一看北七。哦，是哦，是钱吗？他可爱啊。我觉得小林，你叛逆期是不是到了？你要打吗？你要打是不是？不打。我了。哦，好、啊。抓。看一下哦。哦，真的哎，你真的要穿死神的服装哎，你看他染上影子的。对啊，对啊，对啊。你也要啦？怎么我的？哎、欸，熊。对啊，欸、熊对啊。嘿、啊。哦。你刚刚只是退后一下，他就死了哎。拍手！啊呜！啊呜！把你敲出敲出你的脑袋来！那他有够难刷的耶！对啊，怎么办啊？而且这个等级其实才是我们要的等级的那个死神，你懂吗？就像那个龙鳞，我们打普通地图的龙鳞就只是普通龙鳞，高等地图的龙鳞就有那种绯红的什么鬼东西的龙鳞。那。对啊，但是不好打、欸，真的。最好打的是那个谁，狼人。你说哪个？漆黑的。哦，对啊，那个最好打，他就傻傻的。你要不要等我一下？我可以帮你放假假。冲冲冲！安诺，穿老人家，有吧 ？It Mario, it's me, Mario。怎么那么红啊？只攻击你。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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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太近了，太近了，太近了！是不是用补射他、啊？你等我好了。毒会比较快吗？你攻击力大概多少？可是我要等 CD 啊！我打一套、喔，我看一下、喔，大概就是射叠了三层猛毒吧，对吧、啊？嗯，好，我那个 buff 没了，就等于是猛毒的了。等我一下哦，你要等我一下哦。没关系，没关系，我这样继续给他叠。他追你了是不是？没有，他还在追你。我看他打你耶。是吗？好像是。太好了，这是个机会。啊不！就这个，他会转圈圈。可是我好像没什么受伤哎、欸。
补一下好了。哎、欸，对啊，我都没被打到，我刚好站在一个死角。蓝蓝大大，你好猛哦！你是不是遇到 bug 了？我、哦、好像没在受伤哎、欸，我在狂打他就是。大大，好痛啊！大大，贴他越近，好像越打不到我哎、欸。遇到 bug 喽！塞啦！大大，靠你了！好啊，都这样啊。你看呢？你死了？我死了！不要理我，不要理我，不要理我，拜托你不要理我。哎、欸，不对啊，他追你了、欸。对啊。那你要不要理我？好，那我先补一下血。好，可以，接下来。快去啊！不行，我没了。我复活，我复活。好，你复活，你复活。哭啊！呀，哭啊！哎、欸，这样我复活用不了。对啊，没关系。哎、欸，我弓也快坏了，欸、很痛哎、欸！你刚刚怎么撑的、啊？用嘴巴撑，你没看到我叫的多凄惨吗？嘿嘿。后麦克风间说他也要打个游戏，我就来躲个内。他说要讲脏话。封间蓝蓝我来啦，想爸爸爸爸吃饭，吃饭小心，我现在已经酒店了，吃饭为什么小心？小心噎到啊，不要被什么汤烫到啊什么之类的、啊、那个从别人台那边学到啊，路上小心，吃饭小心，洗澡小心，健身小心，万事小心。嗯，冲啊！他站在我这边的，他真的是盯着我盯的死死的。叫你还敢嚣张？什么？我射到吗？哦，我找到我了！你不要救我！你不要救我！真的假的？你就，哎、欸，他攻击你啊？对啊。好好，这些火真的是。弹屁哟、哦！要吗？要救吗？哎、欸，那好啊。好吼。好吼。哦 ，A 那么大声。我刚刚想说，哎、欸，你怎么用在旁边给我用那个回复数？啊啊，补个血，他会数呢。会数人呢、欸！哇！真不敢想象，我当时怎么敢不点体力啊？全部点，全哦，全部点跑，全部点哦。哇、啊，应该说当时怎么敢全部点体力不点点生命？因为你跑不赢我，就是因为你激我。哦、好了，乖乖跑，噔。噔噔噔噔噔，这什么、欸？往内靠，往内靠。玩这个游戏还玩弹幕，真是傻眼。对啊，你妈妈蚯蚓。哦，我身上味道很香到，十万八千里都可以闻到我的味道。我怎么没闻到？因为你在十万八千以外。哪有啊？八千里耶、欸。八千里，就表示说你人不在台湾。他死了没？还没。哎、欸、哎、欸，跑跑跑跑跑跑！来不及喽，还好血厚。我有，他又来了，跑跑跑跑跑跑跑！我没事，我没事，我没事，他没疼到我。那小，那这火真的美术图可不可以换一下啊？太夸张了，他是故意的。去死去死去死！
那是我掉的装备，有没有很像？有像，请你起来。好，我起来了。感谢你。好像都一样哎。对啊。那我等一下拿这把敲他。好。那个，芬妮。我看到你没有了。你偷看。你偷看。我的头都已经划过，你在打四打麻将，我的头已经靠在你的牌桌前面了，好吗？那不是偷看的好吗？你偷看。没。我不管。没有。你偷看我的包包，这是少女的包包哎、欸。我想说怎么味道那么香啊，看了一下没。欸，要进去吗？啊，我不想进去了。进去哪里？我还是先不要打好了，真的打太久了。好啊，我们打了十分钟。但镰刀挥起来是蛮帅的。帅啊。帅啊，小皮哦。攻击力不痛。欸？欸。抱歉。我看一下这个位置哦、喔，哦，离大门蛮近的哎，那就在这里。嗯，醉醉，拜拜。醉醉，拜拜。哎呦呀！他说现在看台要小心，不要被我蒙杀，或者是尤其是那几只妹子，什么意思啊？谁打字？最最打的啊！我在哪？现在看来小心不要被哦。你要死的啦！哦，没事啦，有人复活我，走吧。复活不用 CD 哦、喔。还是小王嘞？哎、欸，在这里。要打吗？要啊。他来，这里来。他，我看他不是哎、欸。没有没有没有，前面。哦，这里。因为想说刚好这边一排。你打。哎、欸、哎、嗯。怎么了？哎、欸。怎么了？王不见了。这里啊。可是我刚刚有打一只王。你把他弹走是不是？啊，对对对，哎呦，你把他弹回来了。哎、欸，他只是王子哎、欸、啊，王的话是要那个啦，好像他会吸收四只才会变成一只王，所以我们不能把那个打死。这边还有，哦、这边还有。那时候跟你在这边盖东西的时候，这边有。好，我们去吓他，你就看到他吸收四只进去。哎、欸，说话。没有没有没有。王子变成王了哦！哦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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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没被霸凌过。有他他说哈霸凌，啊呜有，有没有？哦，我知道。有啊。你刚好播广告、哦、有怎样又有人迟到、啊、小林说的他有迟到了哎、欸、我不了解他这个剑啊可以了可以了、啊、可以没事剑这个东西是嗷、啊、我去旁边砍绿色的啊这个有追到你吗有刚好追到我你刚刚说什么剑这个东西怎样？我说剑啊，他是真的很剑啊。绿色怪，我滚了，再滚。It's me。哦，两个是互相伤害啊，不能靠太近。哦，唇膏高唇，唇膏什么？唇膏，唇膏涂嘴巴的。哎、欸，是不是有点大只啊？这只100多等啊！啊，
哦，你骂脏话，大家听到了，来打排球。哎呀，我传过去，靠腰。哎、欸，我这个可以敲那个、哦，敲什么？没有，因为它可以敲石头。你的心那个啊，心级高就可以打。哎、欸，也是等高的牛、欸。我就知道这个黑毛牛。打。可是我现在是弓箭了耶。哦，我现在之后是魔法师。它是灰毛牛吗？不是吧？它只是等级比较高的牛吧？是吧？有啊，你看赤闪的黑毛的。哦。没有收集啊！哇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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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刚刚是拿到什么赤闪黑毛牛大肉吧？牛肉跟毛，你看攻击力加75加25，为什么是荷兰的瘦肉？这就是运气的问题了啊！哭吧，还有牛奶。那我们应该黑毛牛要抓回去，它看起来很少哦，有道理。哦，那我们现在遇不到了。嗯，中东鸡串。哇，刚刚打太开心了。怎么了？嗯，黑毛牛被我们打光了。它好像才养，才两只吼。对啊，就是要有这种荷兰牛的地图啊。我们进地图再出来，看有没有刷。好，有了。没有哎、欸，你看到熊是不是？对，它太黑了。我想一下哦，这张地图跟另外一张地图很像，就这两张来回跑。剑这种东西就是阿乌，不是那个剑啊，是贝哥哥那个剑啊，小贱货。你现在才看到该台，没事啊。你昨天不是也是说在想要不要开个什么茶会什么之类的？那时候进去的时候已经串流23分钟。在跑步，对，你在践踏草地，没错。是十三，好困。下次一起玩，有下次的话，怕你们不揪我。哎，这边的牛，牛泽西。泽西牛啦，牛泽西。我说牛泽西牛干嘛啦？现在连讲话都不能好好讲话了。你没有讲话的权利。我卡住了。我看到了你下面，他升上来了，他又升了一次，真的假的？对啊。可是我吃不了他嘞。他没了这边没东西了。你的画面是什么东西啊？我看到了。加伯，你们都是大大。于娜耶，是于娜。于娜安，可爱的于娜安，对啊，可爱的于娜。可爱。去看一下这个地图的 NPC 是卖什么。如果是白金的话，我才刚从熊这边逃过来，你就想砍他啊！爽死了！如果是白金矿的话，我们就来刷这张地。不用了啊！我要，我们需要白金矿，我在干嘛？拔金地。你怎么遇到了？跟了狗，我就厉害啊！所以没有白金。嗯。好。要在地阶了，也是齁，这边的
麻婆豆腐。鱼那就可爱啊，对不对？对呀、啊。其他人都这么觉得。所以鱼那你昨天在台中干嘛？我吃一下剑哦。好，吃一下剑。好。来吃，来吃，来吃，好吃，好吃，好吃。呀，抱歉，一直打哈欠。没事，你这几天比较累。那真的好累哦。啊。冰淇淋，拜拜。冰沙，拜拜。哎呦！哎呀！我跟谁讲啊？那就晚点啊。你晚点啊，差点用红北北的方法回我吗？我得到了冥界的玻璃啊，所以我们可以做很高级的饰品。哇，你怎么办到的？他那个掉的吧，死神掉下来的，所以你可以做这种护身符，然后下面加。难怪我想说。那时候那个谁云说玻璃不用用太好，怕把属性吃掉。哦，那表示说后面有很高级的铁锭咯，我才那时候才这样想啊。我们要开那个啦，开时代啦。哦，想起来了，你好了，我再回去。差点把它吃掉哎、欸。玻璃哦。嗯。好险哦。好险哦。还好，我想说为什么我身上会有玻璃？看一下属性，哦，很强呢、欸，很屌呢、哦。我有冥界的骨头哎、欸，哦，哇，存好。哦，我刚刚是不是有吃到不小心吃的东西啊？好怕哦。我不知道，只剩东西都在你身上。全部吃掉。呀，料料。呀，尿尿，空啥呢？吃光光，假尿尿。吃了，没有用，吃了。好了。好的，回去存纸袋。好。去拍美术作业用的哦，我还以为你那种乖乖牌不会到处跑、欸。或者是来找我的。那你不是回人家说你来台中干嘛还是什么的？来啊、哦，来找我，然后就没下文。对。哦，于娜哦，拒绝人家。于娜都偷偷拒绝。不要啦，我不在台中啦，我在各个角落。各角落，你是什么东西？蟑螂哦！哦，你怎么这样说话、啊？你说你在各个角落啊？直接叫我是灰尘、嗯，灰尘比蟑螂好一点的感觉。哦，好吧，灰尘。
小林不行，小林要好好读书。对，还会长高。不要乱花钱，车钱很贵。是樱桃。火车100左右而已，没有哎、欸，到我这边来应该也要300吧，300多、喔，对啊，嗯，看到高雄应该要500多了，站着下去的，哦，你是说像那种区间是不是？哇，你这样要站快三个小时不是吗？嗯，那你去高雄的时候也这样子吗？高雄的话，你区间还要转车，然后大概5个小时、6个小时才到，欸，对啊。对啊，就是自强，然后站区间，站着当区间票意思。哦，哦，也是啦。我静静的看着你整理。谁整理？你呀、啊。我在赚钱，我穷死了。哎，之前那个就卖完了。嗯，卖完了。所以这个是今天半夜在看十三台的时候在种桃子。没关系，我看你种。你在干嘛？看聊天室。好，那、啊、你不生哦、喔，让你生啊。哦，那你放在哪？这里啊，应该都在吧？我看一下哦、喔。哦，还要钱呐、啊？对啦，所以才会留着钱。快。你在干嘛？我过去。你那些箱子在干嘛？我实在看他在这样乱丢，好像也有一种美感。等我过去，我等一下把箱子收回来。我先把时代升起来，拿走，升时代。哎、欸，差多少？差100个，嗯，我不是，啊，要200是不是？对啊，哇，走去哇。那个木头我们还没有。什么木头？岩木。哎、欸，地狱的木头。箱子有吧？我把它吃掉了，我自己的啦，我自己挖到的是吃掉了。我说箱子有啊，要几个？要20个。有啊。为什么它滚到那么远？我再去挖好了，酷啊！你说钻石吗？岩木啦。哦，不够吗？他要做材料，不然先用掉好了。我看一下，你放哪里啊？最后一把。对对，对，你就先用掉啊！用白痴哦，就是你留下最没有属性的干嘛啦？哦，好吧。可是你位置要排哦，因为你那个没有属性是在最后一个、哦，你要把我们魔攻的是排在最后一个、哦。可是它是减最大魔力20%哎、欸。啊，反正我们只是要吃那个啊。我在想啊，因为后面好像没有看到他的装备嘛，对不对？你要翻哪里？他目前都没有东西啊。对啊，那你搅吧。我们还没有钻石啊。啊，对，走吧，去挖。哭吧，哭吧。带我走。我那时候本来就是想说，钻石不然用买的好了，可是就是刷不到。对。对啊。那时候没看到钻石。去挖。好像有啦，只是
啊，是什么？最近在外县市去喝咖啡。哦，雅思真好。钻石哪张地图有啊？我记得是五星左右，五星哦、就有了吧？还是要去地狱上面？地狱上面，嗯，有喽。空宇不是吃饭吃这么快啊？你也差不多。我没有啊。你吃东西又超快。啊，等我一下，我先换一下衣服。太香了，鼻子不是很舒服。嗯，我以为你一回来就要直接换。因为我原本想说，开个台，然后等一下就直接出门了。好。所以才没有换。晚上哦。你先去安全的地方。好，我跟你讲，那个板子不安全。你曾经从那……等一下，站在你的思考，你看，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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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跑跑！他们会破坏这个墙，超白痴。这是叛逆的东西。那你先等我一下哦。好，我去。哎，你看一下来哦。我都跳下来了哇！等一下，来看啊！老鹰抓小鸡，冲啊！我是跟他玩老鹰抓小鸡，臭狼人。咦，我们来去挖钻石。对啊。No。这是钻石吗？白金。挖出。哈哈笑。啊，逃过了。哇，这才是钻石。钻石要挖100个，其实蛮难的耶。你知道吗？矿源那100个也是我挖的。我知道啊，所以我才觉得你厉害啊。上面有追的巨石像，怎么又有？你去，我挖。那我们半夜开。好啊。大家听到了哦。我们。半夜再相会。我跟你讲哦、喔，我帮你放这个，你会挖更多。我会得到更多。真的吗？没有吗？感觉还好哎、欸，感觉比较快敲掉。哦。因为我是。哦。因为哦什么？3600。对啊，看我先挖几个，49个。没有哎、欸，真的没有哎、欸，好像只适合挖母矿床。嗯，我这个是你挖过的地方。嗯，你挖过我不会显示消失，有点不方便。话说教主今天7点要继续这个吗？7点哦，没有吧？休息一下吧。我会站离。对啊，他要去吃晚餐。Yeah. 然后所以剩我一个人的话，如果他很快回来，我就会继续开嘛。如果不会的话，就先休息一下。那他说晚上见，我就担心说晚上应该是
半夜十二点嘛，这样子。对。对啊，这就是等深夜台吧，你们。其余时间我就是打长颈鹿了。你其余时间可以玩骷髅啊。不是啊，你看哦，七点到晚上十二点是几个小时？五个小时欸。嗯。玩啊，拿去不玩。不知道封间啥时会玩玩游戏来看台。感谢封间的抖内。不是，嗯，我昨天在画你那张图的时候是画很快没错。哎、欸，我牛牌被偷了。全部吗？一个。啊！玩牛牌哟、哦！他好凶哦。我在路上了。我在路上了，我们把他抓起来好不好？好啊，好像没用，算算，没用吗？哦，对啊，打死之后也不知道掉，哎、欸，烤爆有哦，你等我一下，他不是掉一些弓箭手要用的，什么攻击力那些的。哦，你不要的话，那就杀掉吧。好，过来，臭小孩。偷东西，妈妈叫你这样，叫你叫子的吗？哎、欸，有、啊、有，我有拿到那个凯文的，蓝色的咯。嗯，看这个暴击跟移动速度还有攻击速度。嗯嗯，觉得呢？要吗？不错啊，没有，因为其实弓箭也是，就是如果你打到，我看网络有影片，就是一发就把龙打死的那一种。怎么办？那个是准度问题耶，我准度又不是那么好。不是你不准度问题，是反正就不好打、啊。对啊，小林，你应该要早点睡。我觉得你深夜台不能跟。对啊，你给我去看《精灵港》吧。对啊，你现在还在发育，不然你到时候跟我一样后悔。你几个了？八七。啊，我八三。哦，你八三了，那走啦，回家。走啦，给我。我给你。看，看。我在敲，我在敲钻石矿。哦。我得到八三个。哦。哪敲的？从你头上敲出来的。哦。有没有？有没有？就棒，我厉害吧？有棒。啊！我知道为什么他只偷一个牛排了，因为我牛排就只剩一个。没牛排了，嗯，我没牛排了，好像有人说要做给我，我还等那个人做给我，我还痴痴渴望着。哦，大鸡耶，打他，臭鸡鸡，大鸡，鸡就是很烂啊，对吧、啊？所以我抓了两只等级高的鸡，想说试试看会挂经验，有用吗？我还没挂啊，因为这边目前被这些占据啊，想说再升下去这边会太卡，要换个地方再升啊。哦，好，我们回家。好，升时代了。是鸽子，这不是那个白目的鸽子大大吗？嗯，上课途中可以看台吗？可以啊，吃广告。上课途中，他那边现在几点了？点八，十点哦，十点哦。现实有装死挖就好，我还希望现实有矿有怪可以打哎、欸。哦，虐待动物啊！还敢虐待啊？请问隔壁的箱子是你放的吗？嗯。放一些贵重材料。哦。呜呼，这可以烤吗？这鸽子还不烤爆。哦，一会儿直接放哦。我要去生咯。嗯。我要去生咯。好，去给我生。好，嗯，你要跟我说声加油、哦，加油好吗？好的。
时代进化了。哎、欸，不是啊，牛排好像不好做哎，我们需要盐。我就说，哎、欸，还可以再进化哎，有可能要几个？9999个。9900，那只能靠那个啦，看不上人脉而已啊。而且你看那个钱。很便宜，这钱还算好赚呢、啊。对啊，所以我们只要刷那个就好了。那钻石矿商人会卖吗？不然就是等等下关台，我去找地图刷刷看了。Are you up？ 如何？有，可以有。有，有，好有。对啊，陈可以跟萧院凑一对了。广告好朋友，好哥们，嗯，啊，好朋友。然后你们就可以互相讨论说，哎、欸，今天吃了几个广告？我今天吃了30几个。哎、欸，问你们哦，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什么？我是潘志远医师，我信任普拿腾这个广告。这个小孩说他不知道这广告是什么。我说你当然啦、啊，你有买会员。当然看不到广告啊！我说每次看到广告，真是快气死了。我是潘志远，就是他的嘴巴是讲他的，然后配音出来又是另外一个，看的就很厌烦，对不对？但是很烦。我只好去查他看了，特别去看他的广告。很白痴啊！你看，都说有，我觉得这个是最多的。还有另外广告是什么？如果你是场景党。一定要下载这款游戏。为什么场景党？场景党就是什么？就是喜欢看风景的人，玩游戏看风景那种。大概知道了。教主，我要跟你说，我的商人真的被刷新了。哎、欸，真的、喔？你是说你进换地图就刷新吗？为什么啊？因为我们那谁是谁？是陈。好，风间每次都卖我回来啦，呵，你看哦、喔，我这边不是写着三小回复要吗？那看一下哦、喔，哎、欸，哎、欸，刷新了、欸，哎，所以我的论点没错哦、喔，对啊，可是不知道是触发了什么，是要游戏重开吗？可是我昨天开的时候。这边还是卖三小的吧，还是三个小回复药啊？嗯，限时时间一天吗？哇，太恐怖了吧！这样子有想要的铁定就要赶快刷、欸，还是因为时代换了，所以不可能不可能，因为你要想，感谢陈的超级留言，嘿，啊，有发现的话就表示说，其实我也不知道是触发了什么刷新的哦，呵，等我一下哦，呵，等你，我弄一下东西，好啊，哎、欸，我可嗯，我很好奇，就是 YT 是扣多少啊？如果超级留言是扣3%，30%。很多耶，30%。对，所以我才说你们不要，你们可以的话就我已经开绿键那些了，你们就不要再尽量不要超级留言了。所以那时候是想到，就是想到说哇，那个扣30%那真的很多，你看100块的东西，你给了我之后就变成70块，另外30块给 YT 赚，啊绿键那些手续费就扣到剩不到多少。哎、嗯，那谁亚修。绿界跟欧富宝是扣多少趴？因为他们常抖内，所以他们知道。哦，对啊，所以那时候捷运就一直狂问说，现在都没有在抖，雅思跟那个捷运现在都没在抖这个了。我说怎么了？我没有扣太多了，觉得很不划算。懂了，可是我会用 YT 抖，是因为、就是、直接在下面方便这样吗、啊？不止，然后用电话费支付这样。哦，这样我就不用输入我的卡。好诶、欸，不
不是好欸啦。好欸。就不要，先不要用那个啦。是哦，那没办法。没办法。来不及了。我有跟你讲，我一直都跟你讲。嗯。但是你的心一直都只想要赞助我，给我钱。嗯。对。都听不信我的劝言。耶、yeah, ！复活了！耶、yeah. ！感谢妈妈的超级留言，感谢感谢蓝蓝，你这还是抖了，就想抖，你不能这么任性。这什么游戏？创世理想象。蓝蓝，你不能这么抢抢到那游戏啊！我这个抢到你，等我一下。对，好久没吃了。哎、欸、呦，更大的箱子，我们可以做更大的箱子，对不对？可是好像我们现在不能做、欸，材料不够。Super， 看一下哦。哦、oh, ，要四颗，嗯，要钻石锭，才能做合金箱子。它可以多大、啊？知道还没有写。钢锭、钛锭、钻石锭，哎、欸，钻石锭好像可以买。哎、欸，那我再我晚点再来测试看看。好啊。可是热带矿物这真的不好得到哎、欸。对啊，所以就是只能。淘气，就只能想办法喝那个辣椒，不是辣椒啊，抗火药水，跟穿抗火的装备过去。嗯，晚上吃东西会很吵。不会啊，根本没声音，好不好？对不对？根本没听到，对不对？对。哇，你看看。干嘛、啊？给你做、啊，乖乖做、啊，你可以做吗？来啊，来那做啊！可以。好饿哦。哎、欸，它可以继续叠上去吗？你叠看。我不是啊，你我再我再做一个。我也做一个。哎、欸，不是做一个了。我要再做一个。在哦下面，你是做哪一个亮的？嗯，我要做圆的，那我做四方的。哦，真的假的？合金箱子多一个哦。不推荐 哦、嗯、哦，那真的有点亏耶，还多一排的话。你坐上去啊！你看。你大便了，唰！哎、欸，我大便了啦，好好说话。大便了，风间抖内了。哦，后不保不接受国外啊，只能发存在感，干嘛经济的啊？不能国外对耶！啊，有绿界也不行吗？哦，好痛哦！有吗？有打到你吗？抖起来了，我很痛。感谢风间的超级留言，感谢。我截图，等一下我要发 FB， 可以不要吗？你怎么躺着？鸽子，快点来看，鸽子。可以不要吗？哎、欸，他可不可以就是啊？我知道了。风间、欸，干什么？用谢我。哎、欸，嗯。感谢，干、欸、那太快了，我要去调一下。刚刚是谁、嗯、说风间不用谢？我是陈吗？
我要去把那个设定改久一点，不然听不到他们，就是听到声音我来不及切。好啊，你先去查一下。好啊。你先去坐你那椅子啊，另外一个椅子。等一下啦，我想要把这椅子解。等一下，等一下，我想要这个，我是想要这个椅子可以就是仰望星空，你知道吗？你要倒过来吗？就是刚好是脸朝上的，等一下我看一下。你看我画面椅子在哪里？我刚刚就是一直在看你画面，就来不及看那个 OBS， 所以现在是对着我，对不对？嗯。所以应该要放这里。快点，快点，快点！坐上来，坐上来，坐上来！等一下，等一下，我来，我来，我来！你要我坐哪一个？你都可以，你要坐哪一个？啊？我画面这样我画面不是这样子你腿不会，你腿不会酸吗？那我换一个。我放住了。你先坐你的原椅上啊。哦。啊。你坐上来，你坐上来。等一下，我是坐在哪一个椅子上啦？我不知道。那我换一个佛控。你哇哇塞！你坐在我的背上翻新广告哦。这是 Tilda 国外信用卡，感谢马丁的块钱。你可以动吗？我想截图。我没动啊。你也太女王了吧！我们属性是不是反了？来来来来来，你完了，你完了！救命啊！什么画面？鸽子没看到，他很难过。登录。等一下啊，在这，我再弄绿界啦，你们去弄啦，再弄了啦，账务管理嘛，会员专区实况，我要收款，上收款动，赞助动画，哦，这个，然后几秒钟。在哪设定？非常感谢。哦，五秒钟而已，难怪来不及哦，白痴哦。无存设定。好了，那个刚刚绿界那边弄好了，十秒钟应该看得到了。然后换欧布宝。你做爽没？好开心哦！这骨头做起来真的是特别舒服。这样对不对？那个就是那种。健康步道上面都会放一些鹅卵石，让你踩一踩。你说你刚改好了是不是？绿界的啦，我好像好不好？你要干嘛？没有啊，我吓死我了。测试测试。对，感谢陈的。等一下啦，我还没存档的样子。等一下哦，储存设定，确定。然后我要复制，我要重用，等我一下哦。嗯，这个是 open 吧？嗯，完成，好，换滤界，五秒钟，改十秒，储存设定，储存。教主腰还好吗？没办法，刚刚有人给我300块，哇，这是价值300块的椅子。感谢小林的超级留言。小林好心的嘲笑封间 QQ， 大家一起 QQ 斗内斗起来，波浪号就不用 QQ。啊，你知道以前英特伦还是那个有一个那个吗？漫画叫做人形椅子还是叫什么？好像有看过，就是那个故事，反正就是最后就是那个椅子是用真人去做的，然后那女生就是坐起来都感觉有人在抱她，还是怎样，就是毛毛的。哦。那实际上就是真的是用人骨去做。
那我现在感觉得到有人在抱我。我是觉得有人在喘气啦。有人在帐篷吃巧克力啦。有人在椅子上我的背上吃巧克力啊，那什么意思，什么样子？OK， 等我一下。嗯，看一下。我起不来，哎、欸。起不来啊、喔？你看我。嗯。你看你的画面，看我。欸、真的哎、欸。你就这样下去吧。哎、欸，你等我一下哦、喔，暂停一下下。还看不到裤子，呦呦呦呦呦！这好像很母汤哎，不要好了，我走，我走。本身成为地板，你看我截个图，截个图。什么画面、啊？完了，你回来了、喔。在干什么、欸？你把我挤下去！我的天哪、啊，鸽子又不在。这样我们少很多很好笑的画面。我再做一次，我再做一次，我不信我做不到一次。欸、对啊，为什么你可以正的坐下去的坐啊？我就浅了。看着我，而且明明你的画面是你坐在椅子上，为什么你在我画面是正着坐？教主，请说。你坐起来好怪。谁？为什么五秒钟有那么快吗？五秒钟，储存设定。刚刚是谁？抱歉，是我。我好可爱。哎、欸，为什么明明设十秒啦、啊？预借，感谢你帮我测试哦。嗯，你给多少？你这样才知道。嗯，你给多少？三块、哦。那就好。三块。嗯。确定哈？嗯。好，我相信你。你就棒。不是，我跟你们讲，在他的画面，他是坐在椅子上面，所以他也是跟我刚刚那个坐背上的姿势是一样的。你现在是坐空气椅耶，那我起来，我起来，我坐。我坐這個、你再说一次，你再说一次。我想坐上面这个，没有了。不是，画面看到怎么样？我。什么画面？什么画面？强吗？你是说香吗？还是强吗？香吗？懒懒的味道。哇！等一下，我起不来。难做起來、欸。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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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该怎么这样啊？这不是很好看哎、欸。我那时候我就想说，可以玩那个叠叠乐之类的啊。结果你这样叠歪成这样子，我想说，那就来玩吧。好强哦！因为我的画面是下面还你上面那个椅子已经不见了。嗯，对啊。哎、欸，这个我看到的不一样哎、欸。对啊。我已经躺着了。我哎、欸哦，抱歉，等一下。没事。哎、欸，你改好了吗，绿姐？哦，绿姐改了啊，怎么还是五秒钟？你看，小林回家了，我们刷哈哈 哈逼死小林。对啊，怎么那么短？你那改错啦、啊。改对的啊，停留画面十秒钟啊。
你要储存吗？有要存了啊，重整。感谢风间的超级留言，感谢风间的抖内。这是绿界啊，女性啊，完成啊，不玩了不玩了，好，不要玩了，麦送，台送台送，不要玩不要玩，你要干嘛？放不下去，你要不要全部先收起来，先收起来重新放啊？好啊，不然就是这里啊，哎，我也下去了，可恶！你们两个后，我去小七一分钟来。你们两个后，我去小七一分钟。哎，他讲完就不见了，哎 ，Google 姐讲完就不见了，哎。他怎么讲？嗯，学一下。就是他讲完这句话，就比如说，安安就不见了，而不是我设定几分钟消失这样子，欸，懂意思吗？嗯，就是你们的话留得越长，他讲得越长；他留得越短，就是来来来，这叫做促膝长谈。你怎么有点高啊？意思比较高。这好像课桌椅哦，这才是桌子吧？痛死啊！哎，你要不要先试完了，把你的绿界弄好？我就是那我点测试就好了啊，白痴哦，你们不用，你们先不用弄了，点测试。嗯，分享给我看。分享吗？好啊。嗯。哎呦，差点按到视讯，反正也看不到。这个，我看一下哦。你看哦，比如说这个是十秒钟，对不对？嗯。就比如说，它会停留画面十秒钟。嗯哼。然后就是它，比如说。抖内只是说教主安安，对不对？讲完教主安安就不见了，他不理这十秒钟。嗯，对。看哦，比如说这个，怎样还在跑？这是一笔赞助测试 Q 的。他要讲完吗？没有啊，他讲完之后还在欸。如果抖内200万 YT 扣多少，你就除以30啊，乘以30%。200万哦，你真的要给我200万的话，我不会叫你投这个啦，我会给你我的账号，好吗？200，你可以去乘以0.3啊，就是扣多少钱？200万是0.3吗？乘0.3等于扣多少？你会扣60万，你这60万可以救助很多失学少女，救助我？对啊，你可以救救蓝蓝，你可以。你可以，我可以给你账号，你给我钱，然后我再抽60万给兰兰，好不好？对啊，他其实刚测试的时候是成功的啊。储存设定，那怎么会？好奇哦，哦，嗯，没事啦，就只能这样子了啦，不然怎么办？对，好可惜哦。而且我晚点要找那个后台看，嗯，忘了，这样才能看到谁给我钱呢，啊？对不对？嗯，也是。款收到钱不见了，账号管理，销售明细，这边都是123123，哦，这边有啦，白痴哦。不是都没有名字啊？等一下，刚有一笔100块是在超商的，欸，谁跑去超商啊？有人带着手机去超商缴费哦。
我想要是感觉怎样？好，那好什么？哦，我知道了，要出门了。我顶！哎、欸，有更好笑的东西喽。嗯。我下来。你去做。不是我刚以为是那个，就只是你闻我屁股，没想到是坐在你腿上。我的天哪、啊！没有，坐了没救了。快掉了！开玩笑。不来啦！哎、欸，哦，怎么了？没有，你要不要坐坐看？我坐吗？我看一下，我坐应该是正的哦。你就对你前面的按一就好了，就坐掉了。你这样应该看到我是坐前面吧？哎、欸，不是啊，为什么身体会咬？你今天车速是不是有点快？我们在玩椅子而已啊！我的天哪、啊，怎么这样？哦，这叫做什么汤啊？哦哦，叫做哦，怎么会这样子啊？我没有等我笑。嗯。哦，我弄一下东西。坐下不能穿了。好，你弄。嗯，我弄一下，等我一下哦。哎、欸，那我坐这里的话，不就？我就想抖。嗯，坐哪里？什么东西？哎、欸、有哎、欸，那、啊，哎、欸、也没有啊，有15秒钟啊，感谢抖内。因为刚想说我就想抖，好，这句话好像才2秒钟，让他撑了5秒。手机没电了，大家拜拜拜拜，进来拜拜。这样，你踩在我身上。嗯，我看你画面没了。嗯，来不及了。你椅子都弄完了吗？你再放一个椅子在上面。小椅子还大椅子？我剩下你的大椅子。大椅子放上去好了。看一下哦。怎么了？我刚桌子跌倒哎、欸！那再一次哦，速度哦！来啊，我们一、哦、嘿，做不到，我下去了，耶，对啦！哎，你现在是坐在好呛的画面呢，你就知道你刚刚也很呛，好啊，你还呛嘞？你没被敲过是不是？有啊。会坏掉啊！今天先到这边啦，晚点再等兰兰回来再开喽。各位晚安，拜拜。哎、欸，说到安诺比斯，我们打不赢他哎、欸。对啊，哎、欸，而且那天安诺比斯在打的时候，我进不去那个结界里面呢、欸。我就看想说啊，你在讲什么东西？然后兰兰就突破结界冲进去，我说我在外面呢、欸。那超难打的耶、啊，直接死掉、嗯啊，而且完全被推下去。对啊，我们那时候想说被推下去玩的死了，用背部着地居然是没受伤耶，超强耶！我们背是怎么做的？好啦好啦，这样吧，嗯，晚点见，记得广告、哦。有我按了，八八八八，大家晚安。八八八八八。要打掉三个龙岩巨人。可是我们没有遇到啊。我们没遇到哎。龙岩巨人长怎样啊？是不是就很大的巨人？好，我们明天再讲，你先出门吧。